没死，那还喝药？真是浪费我府中的药材。我一直都想不通，究竟太后是怎么选的人呀？为什么会选你去当武王妃呢？哦，我听说呀，那武王爷蠢笨愚昧，智力都不及常人。若不是这样，怎么会轮到你这贱人？ 你倒是应该好好谢谢你的早死的娘亲，保佑你能当上王妃。我要嫁何人，岂是你能做主的？冷凝，住手！大逆不道，至亲姐妹都想伤害。昨日我不是落入水中，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，今日他就对我言语相加，想要打骂于我。 作为至亲姐妹，就可以对我任打任骂吗？怎么跟兄长说话呢？